这他每次一看，看不到人。嗯。进来拐了他。嗯。宝贝，舅舅好不好？他不舅舅。看着。走。那不疼的话，你疼的话讲，不疼的话就。就这边，肯定这边肯定多少那个。嗯，就那个拐的，我感觉有点严重。嗯。这什么情况？老鼠俺们你还密码都知道。小孩不要往那上。嗯，腾讯不要搞。曾经有人报道一只老鼠的智商高达4岁小孩的智商，他还能听懂人话。哎呀。肯定在那边，肯定。爸爸要讲。不疼。爸爸跟爸爸舅舅。不行啊，不疼。跟妈妈。嗯。跟爸爸要讲。别动，来个特写，别动。你好，泡脚的按摩。我想修一下脚。修脚的话，你坐那边是吧？这修脚多少钱？修脚泡泡修脚40。你要洗脚修是吧？是泡加修。啊，就是连泡一下就要修40是吧？对。你找个位置坐一下。你要帮我打水。你这个娃搁那疼呢，我感觉可会疼了。你看，稍微搁到这边，等一下。给宝贝舅舅给。我宝贝舅舅。等一下你放。妈妈，我宝贝舅舅。妈妈，你我的手机。妈妈，我的手机。我的手机。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要扔？妈妈呀，妈妈！你放了吗？可疼！这马上到这边肯定疼，肯定。你看，这个还好，它这个有点软化特。